好痛，轻轻的，很痛。塞子也不是也一样吗？你轻轻的，不要用力，好不好？牙龈会痛。牙龈，它对一定会痛，因为它我们现在就是它这是第四颗牙齿啊，第四颗的乳牙。好痛！好痛！我看啊。那你呼呼。我看啊。那边给我。啊！看一下这有没有。哦，啊，会痛哦。要不然我先帮你。妹妹帮你吗？没有，我要妈妈。妈妈比较快。哦，好，好了，妈妈来。我先帮你。来，等一下哦，准备。妹妹，你不要弄。你不要弄，这是他就是现在乖，第四颗乳牙了啦。可是等他自己脱出来啊。不行啊，不会，你已经有牙齿长出来，你看你啊。要不然。你的牙齿这个已经上一次拔的已经长出来了，那这个呢，它里面已经差不多要长出来了。那你就是拔牙龈膜。快！不哭！你这样子的话就是拔牙龈膜膜。哦，你看，偷了，没有绑好啊！再一次。你看你这边推过来，这边就有一个小牙齿了啊。小牙齿在里面呢。好吧。来，你先。怕拉后滑掉了。干嘛？他的牙龈会痛。好吧。好嘞。掉了。我要看。哇！漱口。哎，快点，哥，漱口。鸭子，对，鸭子，这个比较不会想要吐。对，你的第四颗，这个可以吞口水。终于阶段性任务完成，耶，你很勇敢，太好了。